法王告诉他，不要发愿做富贵人，富贵学道难啊，你现在很贫穷，你还会来拜拜佛、啊、点点灯，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吽吽吽吽吽吽，等到你有钱的时候啊，你连吽都不吽了。对不起，这一段是我加的，不是大宝法王加的。为什么？因为你刚开始都会觉得哦，我要当国王，没有错。可当了国王以后，旁边都不是佛教徒，理解就明争暗斗了，是不是呢？你虽然好心是个国王，可是旁边都不是佛教徒，他整你呀。还有一个人，你没有钱的时候你不知道，当你爬到高位，权力跟欲望会让你迷失自己的，知道吗？啊，所以很多的国王当了国王以后，他都呢因为权力与欲望啊，他都忘记了自己本来要当国王的好意。真正只有登了初地欢喜地不大的菩萨道驾慈航，可以做转轮圣王。像举方说阿育王，阿育王就是转轮圣王，他为了利世利益佛教，他功德力很大，你知道吗？外道也想毒死他的嘞。可是呢，他是虔诚的佛弟子，所以三宝的护念他是没有被毒死，所以他可以利益无量的众生。所以在初地欢喜地菩萨有说，若你证悟了初地欢喜地菩萨，你在当国王的话会比较保险。在没有证到初地欢喜地菩萨之前呢，你当了国王以后啊，哎呀，真是阿弥陀佛，就不可说不可说了。所以不要发愿，所以大宝法王亲自对西藏人说，要发愿生生世世不离开佛法身，生生世世不离开你的善知识，生生世世不离开佛法，纵使很贫穷，但是还是有善根，这个才是重要的，了解吗？哦，你像很多人莲友呢，你觉得很苦，结果呢在面前点灯发愿，希望我来生当国王跟皇后。对，你很漂亮，到时候我跟你讲，你连普贤行愿品呢、啊、你也不会想要听的。为什么？我已经是皇后啦，对不对？我很忙啦、啊、对不对？然后呢，人家对你很好一点，你就来，我来点香啊。人家不对你好一点呢，你就不高兴了、啊、你看你的嗔心还是很强的，你的烦恼还是很多的，是不是？所以不要乱发愿当国王，应该发愿我生生世世的护持，先有正法，再来千百亿化身度众生，这样子才比较起码要登初地欢喜地菩萨。不过呢，初地般的一菩萨起码他是圣人了，不会退为凡夫。不过后面会慢慢讲，假如你读华严经十地的话，真正要不动地不退转的要到八地不动地菩萨。就像阿弥陀经讲，若有众生往生极乐世界以后，莲花化身上品上升的时候是八地不动地菩萨。那时候不动地菩萨的时候，你要千百亿化身度众生，每一个世界可以化无量一生，每一生在家出家你都能度众生，每一生都可以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你不要怕众生度不了的，只怕你现在能不能有功德力先证入无上的佛果。所以你要有这个愿。好，请看下面。好，这十大愿里面呢，我很用心的常常在想，我常常在想，现在呢很多人都读不懂古汉文，新加坡现在老菩萨都还不错，年轻的人呢华文是真的很差，要加油。英文是不错，可是呢我常常在想怎么用现代的科技。所以下面十大愿我都会讲完以后，我会选一两张照片让你看什么叫供养诸佛愿。请看幻灯片，就是点灯，旁边有一尊佛像，有看到吗？左上角，你也可以在家里点，一定要有所缘境，最好在佛或菩萨或是舍利塔或寺庙点灯、哦、西藏人是超爱点灯的，非常爱点灯的，花了很多很多的酥油灯，所以家里有障碍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换钱，换完钱以后就点灯。而且呢，像他家人若往生的话，他是帮他点49天的或是7天的，点灯有很大的功德。若是你在点灯的时候也能够发愿、哦、发这个阿提峡所唱的点灯祈愿文，然后再诵经再回向，那功德就殊胜。那假如你点的是塔，注意塔，点完灯的时候你应该绕塔，绕塔好，你可以念 Om Mani Padme Hum， 也可以念阿弥陀佛，也可以观世音菩萨，就至少绕3圈，又绕或绕7圈，然后再来做回向。这一叫供养诸佛愿，第二护持正法院。请看幻灯片，多宝佛塔。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当讲法华经的时候，多宝如来，东方多宝如来会出现呢？他目的就是要护持正法。
这个多宝如来在因地的时候，他发愿十方所有的诸佛菩萨，若有人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我为了要让众生相信我是过去佛，我一定会多宝佛塔现前。然后呢，所以这个主题在上次双林寺我也讲过。所以为什么多宝佛塔要现前呢？因为众生是不相信的，他会觉得为什么《法华经》功德那么大呢？对不对？我念一句呢，都能够成就无上佛道，有人会怀疑。所以当每一个世界，无量的世界啊，要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多宝佛塔都会现前。同样的，当药师佛要讲《大乘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在药师佛国土里面也会看到多宝佛塔现前。同样的，在西方极乐世界，当阿弥陀佛要为莲池海会佛菩萨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呢，多宝佛塔也会现前。所以多宝佛塔这个例子代表护持正法愿，这个值得我们学习。所以你现在读《法华经》，将来到极乐世界，若阿弥陀佛亲自为你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你不是会更早开悟吗？对不对？好，这叫护持正法愿。好，接下来再看甲戊三请转法轮愿，请看经文53页第25行：诸世界中诸佛若出世的话，始从住兜率天宫，乃至于退堕入胎住胎，好，然后呢，在这个地球诞生、出家、成佛、勤转法轮，乃至于入大涅槃，他所经过的地方都会接受天人的供养，而且永远不舍离。舍离什么？他当初转法轮的大愿。在贤劫千佛里面呢，其实最殊胜的是谁？尊贵释迦牟尼佛。因为释迦牟尼佛曾经跟999个呢师兄弟在一个父王一直下成为一家人，在过去无量劫，有一天呢，有一尊佛出世了，他的999尊的师兄弟啊，都发愿出家修行，他就愿我度将来的一切众生成佛。那有些师兄就发愿，愿我成佛的时候，所有佛国土都是菩萨；愿我成佛的时候，所有的佛国土都是阿罗汉、圣人，也有菩萨。有人呢就发愿说，愿我佛国土呢都所有的清净，全部都很庄严。很多人就一个一个呢站起来，在佛的面前发愿，当然佛就很欢喜啦，为他受记，告诉他名号。等到999个他的兄弟都发愿完以后，换释迦牟尼佛站起来。他说，尊贵的佛陀，我的师兄、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兄弟都发很大很大的大愿，我非常的赞叹，他们发愿都是清净的佛国土，还有度很多的圣人、菩萨、阿罗汉。那可是呢，在地狱恶鬼畜生的众生怎么办呢？很可怜啊。在很多的五浊恶世的众生怎么办呢？他们听闻不到不要佛法，所以他发了一个愿，说我所有的众生呢，我的兄弟不度的，我度他成佛。哇，这时候大地六边震动啊，十方诸佛都放光，然后呢，佛就赞叹他，善哉善哉善哉，你将来会成佛。在南瞻部洲南阎浮提有一个叫贤劫，贤劫的第四尊你会成佛，叫释迦牟尼如来。所以当时的众生很难度，刚强难化，喜欢讲神通感应，不听佛法，就很难很难度。但是因为你的大悲愿心，所以你可以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这时候当他讲完的时候，佛就为他受记，十方无量的诸佛一起放光，加持谁呢？加持释迦牟尼佛因地。所以我们在这个地球啊，能够听到南传北传的藏法，叫南传北传藏传的正法。我常常说，不管你修任何法门，都应该感恩释迦牟尼佛。纵使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你也不要忘了这个地球的老师。没有释迦牟尼佛出世，你也不知道会有极乐世界，你更不知道有东方药师世界。所以听好，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他们不会吃醋的。释迦牟尼佛跟这个东方药师佛也不会吃醋打架拉信徒的。所有的诸佛都是无我的，他看众生在哪一个古佛国土成佛，他一定就随喜的欢喜送他。所以这叫做勤转法轮愿。所以佛呢，在《法华经》第二品里面有讲，
他刚开始成佛的时候，他是不想讲经说法的，因为他体悟的缘起甚深的正法是很多众生不相信的。他本来就想入灭，后来大梵天王跟第四天拿了法轮跟把法罗亲自来求释迦牟尼佛说：善哉善哉，释迦牟尼如来，你过去你不要忘了你有发勤转法轮的大愿，虽然众生很难度，但是请你慈悲还是度众生的吧。你若不讲经的话，所有的世界的众生就像黑暗的晚上，是没有太阳也没有月光的，所有的众生就是会继续轮回的。他们两个呢，跟无量的就大第四天跟大梵天王呢，跟无量的天众就为佛顶礼三拜，又绕七匝求佛陀说：佛陀，请你转法轮吧。所以请法是很尊贵的，不像有些信徒打一通电话：师父啊，你来恭敬哦，你以为我就该去啊？我不是说我傲慢，而是请法是很尊贵的，对不对？其实我告诉你，我的行程已经排到明年年底了，对不对？啊，这次的讲座也是半年前请法，所以法是要请的，而请法也要珍惜在座的莲友。好，所以释迦牟尼佛呢，能够来这个地球讲经说法，是我们的福报，我们应该感恩跟珍惜。好，请看幻灯片，这张雾山勤转法轮愿，我是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寺庙拍的。注意，这个法轮非常的庄严，它呢是石头雕的，是佛在世的时候，那时候转法轮的标记。所以在南传佛教里，佛是规定呢，出家人不可以拿刀，也不可以砍树。南传佛教里是不可以雕佛像。到大乘兴起的时候，佛为了弟子为了护念佛，弟子为了想念佛的功德，所以才开始雕佛像。那在南传里呢，象征佛的这个功德有什么呢？第一个转法轮，第二个菩提树叶，第三个舍利塔，第四个菩提叶，这些都是象征意义。到后来大乘以后呢，就开始雕佛像，因为大乘有造像度量功德经，说明造佛塔、造佛像、造呢是很多很多的功德的。再看下面一张幻灯片，西藏人因为勤转法轮的这个缘起，就有什么？有转经轮。转经轮里面呢，就有放了很多咒。所以你看西藏的寺庙，为什么寺庙里面都会有啊 Om Mani Padme Hum 的六字大明咒转经轮？这个转经轮不但是说转一遍你可以得到很多的智慧跟加持，它也象征着将来要向上向善知识勤转法轮的大愿。好，接下来看悟四，请翻开54页第二行，广修诸波罗蜜愿。广修诸波罗蜜愿就包含六度波罗蜜。请看经文，诸菩萨行旷大无量，不夹杂诸波罗蜜，所设的呢都是善行跟清净的行。诸地才出生，诸地请你写，就华严经的十地菩萨才会产生。所以菩萨从哪里来？从发菩提心来，行六度波罗蜜或十度波罗蜜来。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呢，真正讲到菩萨只有两个人，第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前身本身经里的菩萨，第二当来下生的弥勒菩萨。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只有讲到这两个菩萨，就释迦牟尼佛的前身是菩萨，还有未来弥勒菩萨。可是所以南传佛教的人，他不讲阿弥陀佛的，也不讲文殊普贤观音地藏的，所以他们不会拜的。不过现在听说缅甸啊、泰国斯里兰卡他们也拜观世音菩萨，那是文化交流，可是在他的经论里面呢是没有菩萨道的。可是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阿罗汉跟佛一样都是阿罗汉，可是为什么佛叫大阿罗汉？佛的神通比阿罗汉呢他还强。原来佛前一生是菩萨，所以在本身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所以他们说，那我们要像释迦牟尼佛这么伟大，我们也要学他前生生生世世度众生。所以这是南传的讲着菩萨行。那到大乘就不一样了，大乘一公开就跟你讲，做大乘佛弟子就是要发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
所以我们大乘佛法是正法，是很殊胜的，所以我们有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虚空藏、除盖藏、金刚手，很多很多的八大菩萨。所以南传的人，你不要去跟他讲菩萨，你跟他讲弥勒菩萨法门跟释迦牟尼佛法门，他会很欢喜。你叫他念地藏菩萨，他不相信的，因为在他经典里就没有地藏菩萨，那是大乘。那金刚乘呢，有金刚乘的修行方法不一样。好，接下来再看经文，大乘修菩萨道，接下来讲总分、总分、别分、同相、异相、共转跟不共转等诸菩萨行，你做一个记号，这是讲华严经，这是从华严经摘录的。我简单说哈，如果你有兴趣，请你要详细听，上网上佛陀教育基金会，我讲过十地经论，讲过一年，有讲过这个。总是指共同的意思，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座全部的莲友，你是什么？我们是人呢，所以这个叫总相。别相怎么分呢？有男众跟女众，有在家众，有出家众，这叫别分。同呢叫做共同，我们都是黄种人，对不对？黄皮肤、黑眼睛，然后呢黑头发。那假如是蓝眼睛的字呢，或金头发的，那是西方人，不同种的。异相就是虽然我们都是华人，但是在座里面有人有戴眼镜，有人没有戴眼镜，对不对？共转就是你共同来学习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这叫共转。不共转就是可能有些人修地藏法门，有人修观音法门，用药师法门，所以佛因为众生的这个需求，他转共同的法轮跟转不共同的法轮，这些都是菩萨的六度万行。好，我简单先解答到这里，接下来再看如实顿号，如地道说。如实就是这里的实是指实相，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一切法都有体相用。看一下，借这朵花，对不起啊，这朵花体相用，相是什么？粉红色的玫瑰花，这是它的相。用做梦用做什么呢？今天人买来插花供佛，但是这个花也可以把它晒干做什么呢？玫瑰花茶，对不对？现在大家都很养生的，对不对？都超怕死的，对不对？都要养生养生。那哦，要呢下午茶，尤其英国人非常喜欢喝玫瑰花茶，还有玫瑰花可以提炼成什么？玫瑰花的 oil， 对不对 ？Rose oil， 精油，对不对？所以花它有很多很多的功用。所以相貌是红色的玫瑰花，但是也有粉红色的、紫色的不同的玫瑰花，对不对？它有不同的相貌。那功用呢？现在的这个花是在佛堂供佛，庄严道场，也可以把它泡干变成玫瑰花茶，也可以做这个玫瑰花，对不对？这个精油。但是呢，你有没有听过玫瑰花好花不常在，越漂亮的花越有刺啊，对不对？好，对不起哈。常住法师，对不起，我借这个。假如你把玫瑰花一片一片剥下来，对不起，一片一片剥下来，对不对？那这个花瓣呢？对对，一片一片剥下来，不知道最后有没有玫瑰花？没有，所以玫瑰花是空性的，这是讲它的本体。所以任何一法都有体相用，这叫如实说，记在心里，一切法都有体相用。问你，你也有体相用啊？比如说，你说我的体相用，用是什么？我是法师啊，我可以讲经说法，我可以帮助别人。相貌呢？我是台湾的法师，对不对？那你我的体呢？我的本体是空性的，可是我有佛性。接下来，如地道所说，地是指华严经实地，要修各种各种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的无量波罗蜜。那诸波罗蜜，请你浓缩着一个波罗蜜，请你写在旁边，清净波罗蜜，请你写，把六度波罗蜜或十度波罗蜜，啊，全部浓缩一个多波罗蜜，叫清净波罗蜜。清净就是你的心要清净，你要身清净、口清净、意清净，这样才叫接受到释迦牟尼佛波罗蜜的教戒跟教授。所以佛弟子常常要反省自己的品德，
要控制自己的身口意。那你接受到这样殊胜的教法，授以住持，就是要让他能够利益无量的众生，接起来要发生出生的菩提心，如是等无量无边的大愿，叫做广修诸波罗蜜愿。好，请看幻灯片。这个广修波罗蜜有很多照片，这个是在菩提迦耶2005年大法会拍的。那西藏人呢，他用水果香花灯果烛外最上面一层叫兜玛，兜玛用面粉做的，这是藏传佛教的风格，我们大乘没有。有没有看到最下面一排水晶？有没有水晶啊？有红色的、紫色的、粉红色的跟白色的，是台湾的莲友全部上飞机背的2000公斤的水晶供养尊贵的大宝法王，他非常非常高兴，很重啊，我也帮忙背啊。就是我们台湾莲友供养大宝法王在菩提迦耶呢为世界和平做的大法会。好，接下来你看在印度教或是新加坡也可以看得到。所以当你各位去佛塔或去朝圣的时候，听好，进入寺庙、佛像、佛塔以及呢这个去朝圣的时候，不要空手。空手代表不好的缘起，代表将来你会很贫穷，空空的，什么都空空的。那注意听，假如你在家里供灯，比如说你现在灯好供香花灯果烛，初一十五你供得很庄严，那如果平常不供的时候把它收起来，或反过来倒着，不要这样空空的。空的代表呢你家里都会空空的，钱也空空的，米也空空的，冰箱也空空的，这是真的，我不是开玩笑的，也不是吓你，这是代表不好的缘起。所以在西藏里面说，哎，你去圣地的时候你应该要带东西。好，当然因为海印古寺即将要朝圣团，很好，没有关系，可以到当地去买花蔓。不过呢，当地人又看到，你看新加坡传来肥肥的肥羊又来了，一串呢本来呢2块新币的是20块新币，不要那么笨，要人跟他讲讨价还价，你不要说哎呀师父这叫慈悲，烂慈悲，他就是看你是肥羊，知道吗？要有智慧，你要跟他讲中等价钱。所以干部要先跟他谈好，注意听。还有一个，这是我的朝圣经验，对不起，因为我没有因缘带你们去，不过我很真心讲到经文的讲。第二个，买的时候要有平等心，注意听，最好每一家都跟他买。有时候你跟这个买，我告诉你，转过来他们打架，哎，你知道吗？你看小朋友，你跟他买的，转过来他打他，哎，他说你抢我的生意，哎，众生是很残忍的。所以买的时候最好呢，你不要过去，一群人正在这边准备，先用干部去跟他讲，一排的老板全部叫过来，说不要，我们知道你的行情的，我们已经呢看过很多资料，用英文的人跟他讲，跟他买。那有些呢会用大的跟小的呢混在一起，不可以，要检查。听好，你要度众生，但是也要他合理如理如法的赚钱，不要贪心。讲好大的花蔓、小的花蔓多少钱一起买，让每一家都欢喜，知道吗？这样子的话你才会修平等心啊。那当然他会很高兴，下次第二天你来的时候，我跟你讲，全部的呢老板都站在那边阿弥陀佛早，哎，这很好啊，不然为什么为一个生意就要打架呢？这是圣地嘛，对不对？所以最好我会建议干部4-5个干部比较刚强壮一点的，对不对？看起来像韦陀菩萨的，不要想一个瘦瘦的，他一定吃定你。对呀，你有智慧，然后跟他谈，所有的老板一起叫过来，然后跟他讲花蔓。有些他们很狡猾的，一串呢，假如是5块新币给你大，但你没看到他就丢小串的进去了，你就过来。像我的话就过来，我说来来，我就骂他一顿。我说不可以这样，你不要以为是师父，你这样做的话呢，以后没有人来跟你做生意的。然后这个咿咿呜咿呜，我更骂他一顿。我说你不老实，明天我就不给你。像我去圣地点灯，听好，因为圣地点灯大家要做功德，你知道吗？我真的，我今天在这个摊位5个摊位点，我其他我第二天呢，我就答应他说我明天来。他说 promise， 我说 okay， I remember my promise。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就从第6个摊位点到第10个摊位，我讲到就做到，知道吗？所以他们很高兴，为什么？我算好，我全部都点完的话，刚好一圈嘛。知道吗？哎呀，众生是很难度的。接下来再看物五摄受无量众生。好，现在看经文。所以虽然你到圣地去点灯，但是你要让每一个人都欢喜，
平等心是很不容易。请看经文54页第五行，物五摄受无量众生，众生是无量的，无量无边的经文看，无余的众生有色界、无色界。好，我们住在呢是欲界跟色界。色简单是讲有形象，我们是生在欲界里面的欲界、欲界、色界跟无色界。有想跟无有想，有想是说它有意识 consciousness， 无想是什么呢？它在禅定当中，它的念头比较少。卵生、胎生、湿生、化生，这个并不难。在《金刚经》里讲，卵，比方说是生卵的，像什么青蛙会生蛋；胎生，对不对？像狗或猫是胎生；湿生是什么？湿气，像蚊子；化生呢，是它的业力，像莲花化生。三界六道的一切的众生呢，我们都应该帮助他。所以我昨天我问过你，三恶道的众生怎么帮他呢？鸡鸭狗猫你怎么帮他呢？遇到鬼来找你，你不要怕啊，你是佛弟子啊，对不对？好，所以你要有悲心去帮助不同的众生。听好，有一些人很喜欢呢做流浪狗的这个 project， 有些人对狗跟猫很好，可是有些人对狗跟猫比对你的爸爸妈妈更好，这个有问题。爸爸妈妈养你啊，对不对？就当然我知道现在社会想法不一样，师父多说几句，在台湾也很流行啊，对不对？年轻人结了婚以后就不生小娃娃，小娃娃呢去买一只兔子，然后就买一只杜宾狗，然后每天帮他洗澡，然后呢还刷毛，这样子还给他看 TV DVD VCD， 还放 music， 还放冷气。我在想你可能对你老爸跟老妈都没那么好，这个要改，先要对自己的父母好，行有余力才去讲对动物好。动物当然也是要有佛性，可是动物是动物，所以他这辈子没有办法学习佛法。当然你很慈悲让他听佛号是对的，可是他真的要像你现在来听经做义工，他要来生投胎做人道，他才能度众生。所以曾经有圣弟子也问佛陀说，我若众生无量无边都要度，可是我的功德力有限，请问我应该先度人还是先度三恶道的众生？佛说，若你能度的话应该全部都度，可是因缘若不成熟的话，先度人道的众生，因为人道的众生他有善根，可以出家在家出家都可以学习佛法利益众生，那他度的功德力会比三恶道众生大。这个不是分别，是而有智慧去抉择。若是你有养小狗小猫兔子的人，请提醒你不要太执着。不要太执着是什么？万一你虽然说啊，我是单身，我也不结婚，对不对？我也不想出家，可是我养了很多兔宝宝，对呀，将来兔宝宝做你太太啦，不要太执着。 OK， 接下来再看诸生顺去名色所摄无余众生，每个众生啊都要恒顺他的心念，他有不同的名字，有不同的形象，这个是由他的业力所摄受的显现的。所以事实上讲欲界、色界、无色界，讲三界只是归纳，讲六道轮回其实也归纳，事实上众生是无量无边的。好，接下来再看，皆要让他成熟。什么叫成熟？让他听闻到佛法僧。假如你受过菩萨戒的话，你看到动物你可以帮他喂，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然后你帮他念佛念咒，你是菩萨戒的人就有这个戒体为他皈依。若你还没有受菩萨戒没关系，你就帮他念佛念咒，然后呢喂他吃东西，要让众生欢喜，知道吗？要让他欢喜。好，我昨天讲你看到狗，那你就要给他欢喜嘛，他欢喜的就给你摇摇吧，对不对？那时候摇摇尾巴的时候，你就发愿，我愿度你跟一切众生都成佛，这样子将来你就会有跟他缘。真的，将来别人不能度他成佛，就是因为你喂过他，跟他结缘过，所以你将来就会度他成佛。所以我来海印故事呢，我很高兴，我每天除了讲经之外，我还有一个 part of job， 帮他喂鱼，对的，还有啊，公鸡、乌龟。对，还有狗啊，我每天都在帮他们念咒，希望他们来生投胎的时候呢，成为人道众生来学习佛法。所以将来呢，我会跟他有缘。
但是我说我的徒弟通通都是那乌龟来的，那也很麻烦，做事都拖拖拉拉的。那若是你的徒弟呢，通通是蚂蚁来的呢，动不动就吵架，那也很麻烦。好，所以要未成佛前广结善缘。这里讲皆悉成熟，令入佛法，断除各种诸趣，诸趣是六道轮回的恶业，安住在他一切成佛的智慧，顿号这个还有智，这是一个叫根本智，一个叫厚德智，这叫摄受众生愿。好，请看幻灯片，怎么摄受众生呢？我想了半天啊，我们桑耶精舍共修，我的学生也是有些很有善根，哎呀，有些呢是专修一句个话，不动明王法，如如不动，拉也拉不动，很难的。有时候呢，哎，像我呢在的时候，我会带他们共修了啊。有些莲友很好，我的干部 SBA committee member 很辛苦的，啊，像所有讲经的资料他们都帮忙。哎，有些的众生呢，师父出国，我跑他也跑，嗯，猫不在，老鼠就会打洞，对不对？所以众生很难度的，这是我呢度他们的时候呢来点灯发愿。我们在共修前全部都会念六字大明咒，全部都要点灯。这个我一个小小的建议哈，我不知道海印古师有没有做，因为众生因为还没有福报，你可以的话你在家里早课跟晚课你自己供一盏灯，不要太大，然后我们一起念六字大明咒，全部一起念 Om Mani Padme Hum， 然后到前面，然后呢两个人一拜，拜一拜就好，不要拜三拜，因为很多人会拖很久。然后你拜，然后呢发愿。所以我们桑耶精舍，我自己带共修，每个礼拜五的时候先念六字大明咒，每一个人都上来要点灯，点灯是免费的，这是常住的钱。好，接下来念啊七遍大悲神咒，然后才开始念普贤行愿品。对，所以这样子他们才会感动我，让他住在这里。做菩萨很难的。我们桑耶精舍是拜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要做菩萨很难，因为每个众生都要要求你很多，每一个众生都要要求你很多很多很多，所以菩萨是很难做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尽量的摄受无量的众生。好，接下来，所以各个道场若共修前也希望能够点灯，不念六字念大明咒，念释迦牟尼佛佛号也可以，大家一人拿一盏灯，小朋友可以点灯，小朋友点灯也是非常殊胜的。嗯，好的，来，你看他们四个人点灯，点完灯以后呢，中间的第三个很庄严哦。其实他很假，因为他平常不太这么庄严。那天他也念六字大明咒，很难得。然后呢就拍照耶。所以你看，小朋友也能点灯啊，发愿。所以点灯发愿是很好的建议，在各个道场共修之前，你可以考虑。好，接下来再看下面，因为众生就很苦，所以我们要用尽各种善巧方便呢，然后来摄受他能够学习佛法。接下来再看悟六，请看54页第八行，以智顺行愿，要有智慧，顺是指恒顺众生，这是很不容易的。请看经文，无量的众生在无量无边的世界里，众生是无量的，虚空也无量，有些众生的心是细的，有些是粗的，有些是颠倒的，横跟倒，倒的横身，横身像什么呢？举个例子，螃蟹，你有没有看过螃蟹走路是这样子的，对不对？这个叫横身。有些人呢啊，这个倒，倒像什么呢？蝙蝠，蝙蝠知道吗？蝙蝠英文怎么讲？ Batman， 对不对？对啊，他在黑暗当中他是吊挂的，这是颠倒的，因为他的业，你叫他站起来他不会走路，可是吊起来的话，哎，他觉得很舒服，就是倒。所以若众生呢无量无边，不管是心细心粗，是横的走的或者倒的呢，我们都要有平住等，要有平等心，同住共居，就是呢跟他一起生活，去关怀他，顺去就是先顺着他的心意。所以菩萨要度众生是真的很难很难，十方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就像大梵天王的第四天的地网一样，所以要满每个众生的愿啊很难，先要有智慧、慈悲，还有善巧方便，以及要有耐性，这样先顺着他。
比如说老人家他没办法吃素，你不要急，初一十五劝他吃嘛，十斋日吃嘛，你不要一强迫他，妈我告诉你哦，你啊这么老了老不死，你还是多吃一点素吧。他一听到老不死就非常不高兴，对不对？你一下子要他吃素很难，慢慢来，你不要说度众生难，有时候度自己也都很难啊，对不对？对自己要很严格，对别人要有智慧，所以叫以智顺行愿。好，请看幻灯片，这是呢我们在尼泊尔满愿大佛塔一样，表示呢大家在顺时钟方向，一大清早大概七点多的时候八点的时候，他们全部都跑出来绕塔。很可惜新加坡没有大塔，新加坡可能只有公园吧，对不对？最多可能到寺庙，对不对？绕塔，所以吃完饭的时候以后你应该精行绕塔，对不对？对不对？假如是说顺着右边代表顺着正法，不可以逆转，逆转代表外道。像你来海印古寺做顶礼，你说要顺的话应该顺着时间时钟，应该一下方向，应该先在光明塔这样绕，顺时钟绕塔。当然有时候你办事情要从左边来是没有错，可是我说你真正绕塔的时候要顺时间，这样来生呢你可以听到顺时钟的正法。那呢只有外道才逆的时钟绕，所以去圣地的时候方向不要绕错。那有时候你会说，哎呀我时间很赶啊，不然你多绕一圈没有关系嘛，所以叫恒顺众生愿。第二个看一下，这是在尼泊尔的冬天，冬天非常非常的冷，这个满愿大佛塔听说很温暖，所以所有的鸽子呢冬天的时候都躲在上面取暖了。这张图片很好，我很喜欢，代表菩萨呢给众生在春夏秋冬的东西呀，也要满众生的愿。你总不会呢冬天的时候给你的朋友叫他吃 ice cream 吧，对不对？当然现在也有 crazy young people 啊，也是冬天吃 ice cream。 更好笑的是到北海道，对不对？外面下雪里面泡温泉还吃冰淇淋，现在 little bit crazy 啊，想法不一样。这里是讲春夏秋冬不同的时候，你要以众生需要的春夏秋冬所需要的东西去恒顺众生愿。再看下面第七，庄严无量国土愿。今天我想把这个十愿讲完，告一个段落。一切土即是一土，一土即一切土。好，这一段很重要，请做个记号。这是华严经讲的，一即是一切，一切就是一。假如你听过我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这个会比较能理解。没有的，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你在家里喜欢看电视，对不对？一个电视台不就有包含很多很多的 channel 吗？对不对？这不就是一就是一切了吗？你坐在家里下了班，假如不听经不念佛的时候，就把每天按按按按按到睡着了，对不对？请问你新加坡的电视台有几台？啊？有几台 ？How many channel？ 三台啊？有装吗？装那个小耳朵有没有？啊？几台？九台哦，好，公共频道九台。我们台湾有100多台啊，所以台湾人很忙的。所以我意思告诉你说，一个现代科技，对不对？一个电视可以接很多很多的 channel， 同样一个 computer 可以上无量无边的网站，就一即是一切，一切就是一。现代科技很发达，这应该比较容易懂。听好，庄严佛国土愿很重要。当你在因地里面呢发愿的时候，要成佛的时候，佛会问你说，善男子善女人，你要发什么大愿？举个例子，像西方阿弥陀佛法藏比丘，在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座下，世间自在王如来是他的老师啊，他就问他啊，法藏比丘你要发什么愿？他会发48大愿。所以各位你要先想一想，你成佛的时候要发什么愿，写下来。你成佛的时候要发什么愿？你现在就动脑筋啊，不然等阿弥陀佛或观世音菩萨问你的说，哦，对不起我忘记了，现在就想啊，对不对？药师佛有12大愿，观音有12大愿，释迦牟尼佛有500大愿啊，每个菩萨，普贤菩萨有10大愿，文殊菩萨也有10大愿，你发哪一愿呢？对不对？要想一想。所以你发了愿，这是因，接下来行无量的佛国土，到最后有3个结果，注意听。第一，你会成佛，要圆成佛套，
第二个要庄严净土，你一定有你的佛国土。第三个广度众生，我再讲一遍，请写下来。第一个圆成佛道，圆满的圆；二庄严净土；第三广度众生。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好了，假如你在台湾，在新加坡，你现在突然要搬新家了，搬到新的一个政府主屋，里面没有装潢，你进去的时候，你第一个一定会想，哎呀，我这个客厅要这么设计，这边要放佛堂佛像，那边要挂一幅像，这个放一个盆景，对不对？你是不是要设计你的客厅呢？同样的道理，当你成佛的时候，你要想你的佛国土要怎么办。我有想过，当我成佛的时候呢，我的佛国土里面会有像阿拉丁的神灯的地毯一样，全部小朋友都可以到处飞，满他的愿。对呀，我也想过，我成佛的时候呢，大概要拿两种法器，一个是韦陀菩萨的杵，一个拿摩尼宝珠。众生有时候很刚强难化，你不听的话，叉叉叉叉叉就教训你。你听话，我就满你的愿；你用功修行，我就满你的愿。对啊，有些众生也很狡猾的呢。我已经想好了，所以我到时候我是千手千眼观音般，一定有两个东西，一个是韦陀菩萨的降魔杵，一个是地藏菩萨的摩尼宝月宝珠。这个我已经想好了。那各位想一想，你成佛的时候你要发什么愿？所以你要有无量的佛国土，度无量的众生。请看下面的经文，你要有平等心，所以你的心会清净。所以无量的佛国土有你跟所有众生的功德，一定是非常的庄严的，离各种烦恼。所有的呢，一切呢，像微风吹动七宝行树，像极乐世界，都能够让你啊念佛念法念僧，演说无量的妙法音，这叫道尽道具足。而且呢，再看凡是生到你的国土的人，你应该发愿他有无量无边的智慧的德相，众生充满，而且呢可以自在神通的去了很多佛国土，进入佛土上妙境界。听好，在凡夫，我们若往生净土，成佛的功德力才能够去十方佛国土。可是这里讲东出地欢喜地的菩萨，他可以自由的去其他的佛国土，这是不一样的地方。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像新加坡，很好的国家，你拿新加坡的 passport， 很多地方呢，到了呢，你根本呢就是落地签证而已，不用申请 visa， 了解吗？所以新加坡还是一个很有福报的国家。到有些地方哦，需要 arrival visa。看像呢，我们呢，中华民国的台湾，我要到马来西亚的话，就不像你们的盖个章，我要事先申请的。所以每个国家的条件不一样。所以在没有证到初地欢喜地菩萨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很多佛国土的，简单说，因为你的功德力有限。可是你若是证到初地欢喜地菩萨的话，十方佛国土啊，很多地方你可以自己去的。所以听好，虽然讲我们要求生净土，但你不要执着说，哎呀，我去了极乐世界，是不是别的地方就不能去？其实别的地方你也能去。所以阿弥陀佛有一个叫遍供诸佛愿，有没有？早上一大早起来可以到十方无量佛去供佛，中午前就回来。同样的，假如你发愿到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净土，你静站起来顶礼药师如来，药师如来加持你，只要你祈请，你祈请药师如来加持你，你也可以到十方佛国土去。这是他入佛上妙境界，而且随众生的心呢，都可以让他欢喜，这叫第七大愿，庄严无量国土愿。好，请看这个补充资料。为什么讲一即是一切呢？请看，这是讲义上没有，我补充的。一，一土即一切土，就是一土，一土就一切土，它有三个意思。第一个表示你证到初地欢喜地菩萨的时候，你可以游戏自在。菩萨以多生多劫的功德力，可以在十方佛国土来去自如，游戏自在。可是我们凡夫现在就没有办法，不要说没办法，你要去一个国家都还要呢先 check in 买机票，还有 waiting list， 还有 visa， 你才能够去欧洲旅行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凡夫是因为业，所以你要很多条件才能去其他的国家。
可是菩萨不是，他多生多劫的功德力，他只要动个念头，他就可以做大宝莲花到其他的佛国土。所以求生净土是很殊胜的，你不要小看到净佛国土的功德。第二个，从圣义地角度来讲，一切土就是一土，表示十方的佛国土是没有障碍的。我讲个故事给你听，专心听。从前在香港有一个谭虚老法师，他讲经，讲楞严经。其中有一个在家居士说，我站起来问了谭虚老和尚说，老和尚啊，请问阿弥陀经说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极乐世界，那请问啊，极乐世界这么远这么远啊，对不对？我们怎么会去得了呢？这么远这么远，我都会飞不去啊。那时候呢，谭虚老法师很聪明地反问他这个问题，他说，这位大居士，请问娑婆世界跟这样一直走一直走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界限在哪里？谭虚老法师反问了这个居士，各位，我现在问你，从这个地方一直走一直走到哪个地方，你跟我说开始是极乐世界，有没有界限？对，答案是没有界限的。佛讲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是从世俗地上说的。现在光速还不一定可以飞这么快，人类的智慧跟科学是有限的。可是呢，佛也讲同是东方，经过无量无边的佛国土，有一个东方药师净土。事实上十方的确有无量的星球，无量的佛国土，就像我们地球一样，就有美国、欧洲、东南亚洲，的确，可是呢，通通都在一个地球上，这样了解吗？所以从圣义地角度讲，所有的佛国土是没有障碍的。因为没有障碍，所以你才能去啊。举个例子，假如现在你往生极乐世界，你不用担心，哎呀，从事西方十万亿佛国土怎么去啊？哎呀，我又不知道，我又没有挂号，我又没有买票，那会不会阿弥陀佛来没有接触？错，他就在显现，由你的心显现。你现在看到的是瓷砖，对不对？当你在临命中的时候，你的心显现跟发愿回向的功德力跟阿弥陀佛功德力，立刻你就看到黄金为地，昼夜六时，御天曼陀罗华，极乐净土在你的面前就显现了。所以这叫做一切土即一土，那关键在你的愿心，信愿心。假如你要往生东方药师净土也是这样，你好好念药师如来，对不对？一刹那之间八大菩萨就显现了，并不遥远，知道吗？所以接下来看西，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每个佛国土的相貌状态跟功德的确是不一样。为什么呢？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因地当中诸佛每个的愿还是不同，二每个人的眷属自己业力的显现也不同。所以这里不要去抬杠比哪个佛菩萨比较好，哪个佛菩萨比较差，错，每个佛菩萨都是平等的，也没有说西方比东方好，东方比西方好，每个佛菩萨都有他的愿力，都值得我们赞叹。为什么呢？起码你还没成佛嘛。第二个，每个佛菩萨的净土呢，所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有人劝道看到阿弥陀佛是广大无边的报身佛，他的功德力比较大。那有些看到阿弥陀佛就是小小尊的，哎，小小尊的，没关系，那你慢慢修，慢慢修。但是往生净佛国土有个好处，比较不容易到六道轮回继续来受苦，这是我要补充的地方啊，这很重要。好，请看敦煌的壁画《极乐世界图》，对不对？当然也有药师极乐净土，也有法华经变图。你看在中国莫高窟的敦煌壁画里面就有很多很多佛的净土。所以我觉得现代呢，应该佛教徒多发心，把这些经文像三才统治五十三参或是法华经二十八品画成连环漫画，再加上多媒体，对不对？像我放的那个波迪嘎亚或是伦比尼，那这样很精彩啊，对不对？我觉得佛教徒可以利益众生的事情是很多的，需要很多艺术、音乐啊，各种的人才。接下来再看第八，悟八，行大乘菩萨行愿。请看经文，这大乘菩萨行愿里面这一段经文呢，我有把它分段落，请看幻灯片。 A、B、C、D 是我加的。 A，行大乘菩萨道的时候，你跟他一起联友为一起同修的，要同一个愿心。各位有没有想过，南传、北传、藏传，
都有很多很多的正法，也有很多正法道场，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道场呢？各位有没有想过呢？因为每个道场的这个目标跟风格不同。我曾经遇到一个老菩萨，从2003年来听经，这次他好像没有来，可能忙吧，做工。他非常的欢喜听普贤行愿品啊，然后念普贤行愿啊，每次看到我都很高兴啊，来这边发愿。他有一天就跟我说：“师父啊，我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加持你，希望你在新加坡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庙啊。”我说：“你不要乱发愿，这很辛苦的。”他说：“师父啊，你有庙的话，我一定来做义工啊。”我说：“对呀，365天，你一天来做义工，你来扫地；364天，我扫地呀。”你365天来煮饭一天，364天我煮饭给众生吃啊。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啊，不要误会。我真的没有动念头想要在新加坡有道场，为什么？因为新加坡已经道场很多了，为什么要那么辛苦盖这么多呢？为什么大家不合作呢？对不对？或许你在家里也会觉得，哎呀，师父 ，It's not my business， 我是在家人呢、啊。不应该发愿，佛教徒跟佛教徒应该团结，应该合作，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正法，有什么不能合作的呢？所以听好，不要认为我很酷。不是每个地方听我讲经我都会去的，我会看你的动机。你知道一场法会要动员多少的场地费、义工？以前我在大悲中心呢，讲一场会要100位做义工啊，对不对？现在因缘在这里很好啊，难道我要再盖一个庙吗？好，等我盖完庙以后呢，刚好往生就不用讲经了，累死的。所以我的愿心，听好，我很随喜一些建寺庙的法师，因为佛法要住持要不同的菩萨，可是我的目标是应该是教大家道次第跟正法，我希望能够佛教